10月18日，张丹峰的微博账号更新动态，然而发出的一串乱码却令人费解，网友纷纷猜测被孩子玩手机了，哈哈哈，手机装裤兜没锁屏。网友表示不许删，让我多笑会儿。峰哥你咋了？居然还没发现。不过峰哥这个女儿奴也是相当宠爱女儿呢，发现了也会拿彤彤没办法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